现在是谁在比赛啊？现在是谁在比赛？是 Chick 和 King 吗？他们两个在比赛啊。就只有两个人比吗？不不不。King 电脑陷在澡里面了。那怎么办？因为他刚才引擎坏掉，而且刚才他们互相推挤，一不小心他们两个一起撞在一起，然后他们就用力推挤，然后结果 King 就好远，就掉落下来。那怎么办？谁要去救他？那没得找了，刚才忘记了。我忘记了。他开下去，然后勾住他，他把他拖上来。为什么 Mater 可以去救人？因为 Mater 有这个啊。那是什么？他可以拖住他，然后把他拉上来。哦，我懂了。它是一个 tow truck。